刺身，今天那个一个是一斤的，我不卖海鲜。如果有人盗用我的视频去卖海鲜，不要相信啊，我不卖这个。太肥了。就我这么大的嘴，就得吃三个。生蚝刺身，生蚝刺身，它这个刺身嘛，我告诉你啊，就如果是蒸完之后，老铁，它会很抽，你就看现在这个样子，它就是刺身啊。你能看出来，蒜呛嗓子眼儿。生蚝刺身。